去找乞丐，他会收留你。怎么只有一个棒子？还有一个这个东西。表弟啊，你是啥呀？你不会是乞丐吧？我，哎，又被你给猜中。表弟，这都是我找你。哎呀，表弟，听说你神装哎，只有富人。果蔬是富人，怎么是你？我的天啊！哦，表弟，果蔬是富人。啊，怎么办？我要找你，我要找你，表弟，给我一些武器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哎呀，房主，你的保镖打死我了，你是故意的吧你？还让我快来快来，你就是想让保镖打死我吧你？哎，好难过呀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天哪，还以为那个是表弟呢，这个长得太像了。啊，打你看，看到我像我的还要打我呀？哎，对，表弟，能不能给我点东西嘛？听说你是有房主神装哎。我没东西，表弟，我不是房，没有什么神装。哎，这里有个平底锅，哎，我要捡。臭表弟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家就这么被你活生生给炸了。啊，我跟你讲，那破烂家要的干嘛呢？哈哈哈哈！表弟，你这个手榴弹还这样炸的？哇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表弟炸你们还打我，我的天哪！没有，不是炸你们，来过来，我发手榴弹了，每人给我轰表姐一颗。哎呦我去！表弟，你真是太不要脸了，你真的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哈？你再这么对我，我跟你讲，我就六亲不认了。我把你们这些要过来捡手榴弹的人都打死。而且你看，有人说表弟帅哥保护表弟，保护表弟，你才是最需要保护的好不好？你们刚才谁要去帮表弟的？你就看表姐的样子，像是需要保护的人吗？哎，我的机会都没有吗？没，我躲在墙角偷偷的哭。啊，不好了啊，表弟。表姐吃糖，这是糖啊！原来不是你让我吃的吗，表姐？表弟，这个不是糖，拿错了，表弟。表弟，你个大猪头！表姐，你脑袋怎么这么大呀？表弟，你脑袋才大呢！丢地毯！不是，表姐，好像现在所有地图的人都在打你。我好难过。怎么咋啦？干了啥错事啊？全民公敌啊？明明是你带头打的好不好？你看你还没带头啊！哎呀，控制不住这个双手了。表弟，我跟你讲啊，表弟，我跟你讲，过来，我跟你讲个事情，真的，我妈说了，我妈上次说跟我说了，说不要跟你玩，说你跟你玩多了脑子，那你打我干嘛？说脑子会变傻，跟你玩的话，来，我这边的集合，过来发武器了。哎呦我去！你们难道就为了一点武器要背叛艾米姐姐吗？我感觉谁站在我这边？好的，这个关键时刻还是梁慈对我好。每人发一组手榴弹，每人发一组手榴弹。姐姐，我帮你哈。来来来，木器解锁，来我这，来我这。这里。来来来，这啥呀？这啥呀？木器解锁，你不说来帮我吗？这就是你帮我的方式。啊哈！啊！我的天哪！小姐，我的个长天，我的个大天！
哈哈，答错了，你把我的家都炸了，这个臭表弟，有本事你，有本事你一秒都打死我呀！哎，好难过呀，表弟，我下次也要开个房间，我气死你。咋了？小伙伴们，你们有什么办法？有什么办法可以？可以帮帮我吗？你们看看我被欺负的样子。我是把什么剑？我看一下。一下右键就是把大家都给杀了。啊，表弟，你这把是什么剑呀、啊？怎么这么不？啊、你看，大姐。不要看，我不要你看，我看，我不想看到你这个剑。你把我给弄出去！不好意思，打错人了。表弟，你要是再欺负我哈，表弟，你要是再打我哈。今年年底说要给你送的那个麒麟坐骑就没了，我跟你讲。表姐，来，这把剑归你了。哎呀，不要打我，让他们都不要打我，让他们都不要打。都别打表姐了，停火。别打我，你就打谁，好不好？停火。一营长果树停火，二营长那个朱莉停火。杨子是哪边的？好骗的，大弟啊，把武器给我！来怎么样？快点把武器给我！啊！我不活了！我生气啊！这个臭表弟怎么这么欺负人？啊哈！谁来帮帮我呀？我的天哪！